逐渐转凉，不少民众都爱吃热乎乎的火锅，现在店家就推出了双人海陆瀑布还有白熊牛奶锅，让民众超级享受。天气凉蛮多，对，然后就想说跟朋友吃个火锅暖个身子，这样刚好最近天气变凉了，所以就想说来吃一下身体暖这样子。一口接着一口吃肉，超级满足。知名连锁火锅店看准秋天转凉商机，主打双人海陆瀑布具加上干冰炒澎湃，另外还推出了可爱白熊造型的杂幌起司火锅，让民众满足味觉与视觉的双重享受。现在其实客人的话，天气渐渐转凉，然后现在客人的人潮都蛮大的。吃完海底油的路上走的全身暖乎乎，再来还可以遨游韩国来碗人参鸡汤补补身体。店家推出韩式新品牌，吃完人参鸡汤部队锅，还有特制的牛肉酥。而除此之外，十月底消费满额还赠送酱烤鱼板，满满韩味，一次满足。连锁企业集团这会颠覆以往餐酒馆形象，将餐酒馆结合韩国美食。上周二开幕到现在，一般消费者的反应都还不错，用餐时间都可以客满。另外还有龙虾米粉汤，也是让人食指大动。龙虾大到突出整个碗，香气十足，米粉汤配上满满新鲜蛤蜊。每日限量只有3碗，民众要吃要快。东北风报道感到凉意，店家也推出了新菜色，各式锅物满足所有饕客的心。 TVBS 新闻卢鸿昌、廖广斌、周佩宇台北采访报道。请支持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全新 YouTube 频道 TVBS 国际 Plus， 扩大视野，掌握趋势，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。